生病。爹爹不病，为何这样抽烦你？这，唉，一言难尽。闻听那位爹爹言说，为将是爹爹的仇人，如今回朝，莫非爹爹为此抽烦我？你说的哪个魏将军？孩儿，我说的是魏将老子。只因魏将还朝，魏府的老兵才犯了。爹爹不必忧愁，大魏将敢与咱家作对，孩儿定要将他砍下头来。爹爹怎么样了？爹爹要这弓箭何用啊？自有用处，不必多问。哦，是。爹爹，这是一张什么画呀？这是一张古诗画。古诗画，儿啊，你看这画内是什么故事呢？好，待儿看来，待儿看来，看上一看。好像穿白的与穿红的两家不和，穿红的害死了穿白的，穿红的见人就杀，一个不留。爹爹，你说是也不是呢？我儿看得不错。爹爹就该与孩儿讲说一遍。好，儿啊，那穿红袍的引诱皇上，每日作乐饮酒，苦害黎民；那穿白袍的骂他是害国的奸臣，因而大闹起来了。那穿白的是一个好人呐、啊，大大的好人。爹爹，再往下讲来。好，那穿红袍的在金殿搬弄是非，残害忠良，寒臭无事，放吃恶权。那穿白袍的为国为民，他怎么样啊？被人杀害了。穿红的真乃可恨。这还不算，穿红袍的杀了穿白袍的，满门家眷，三百余口。爹爹，难道一个人都未曾留下吗？那穿绿袍的是穿白袍的儿子。哦，他的妻子乃是君上的女儿，身怀有孕，已被囚禁宫中去了。但不知生男生女？生下一男，名叫什么？名叫赵武。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啊，说什么好了？那穿红袍的一心要斩草除根，就带领兵将冲入宫中搜杀孤儿。那孤儿他怎么样了？那孤儿母死了无忧，死了无忧，无忧无忧。怎么，他们未曾搜出孤儿？那穿黑袍的早把孤儿抱出宫去
了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啊，说什么好了？穿黑袍的才出宫门，便遇见一位将军拦路搜查。哎呀，只怕孤儿是难逃活命。谁知那位将军深明大义，搜出孤儿不忍加害，反倒自刎。那位将军倒真是个好人呐、啊！那穿红袍的又将公主的侍女抓来审问，要他说出孤儿的下落。那侍女一字不说，破口大骂，被那贼一剑将他劈死。限期三日，无人献出孤儿，要将全国不足三月的儿童一律斩尽杀绝。啊！那穿黑袍的同那穿黄袍的商议，穿黑袍的射出亲生之子，穿黄袍的射出一条老命，穿黑袍的将自己儿子交予穿黄袍的，然后跑到穿红袍的那里，将穿黄袍的告下，说他窝藏孤儿；穿红袍的跑到穿黄袍的家里，搜出一个婴儿，一刀两断。那穿黄袍的气恨不过，拼命厮打，可怜那位忠义老年人被那贼一剑。你听，你要这天。
真乃汉奸，为孤儿舍性命，立了人间。一个个算得起英雄好汉，留下了川伯的后代儿难。爹爹，后来怎么样了？那穿红袍的一位孤儿已死，大方宽心，将穿黑袍的留在他家，把孤儿认为义子。如今孤儿已长大成人，文武双全。爹爹，为何不讲？为何不讲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爹爹，你讲啊！我有了。难道？而他，他不是好东西。怎么，孤儿长大不与他家报恩仇？妈呀儿啊！孤儿在穿红袍的家中长大，娇生惯养，傲慢成性，就不肯报仇了。七少爷，卖身小孤儿，忘了根本，气得我浑身颤，要断牙根。这样人活在世，要他何用？有一日犯魔人，绝不容情。弟弟，孤儿现在哪里？就在这江州城内。快令孩儿去找，找他作甚？我要将他碎尸万那段。哼，你将孤儿碎尸万段，难道你饶了那穿红袍的不成？孩儿见了他们，一个个都要斩尽杀绝。儿啊，你就是赵相国赵盾，穿绿袍的那就是赵驸马赵佐，穿青衣的那就是公主，自刎的那位将军就是韩雀，穿黄袍的就是公孙出救，穿黑袍的就是我老武汉。哎呀，孤儿啊，孤儿醒来，孤儿醒来。一霎时，只觉得天要地转，浑身软，浑身软，那么头疼。
我杀了老子报仇雪恨，那老子前有兵丁后有武士，知你人寡不敌众，不可前去。难道就罢了不成？岂能罢了？魏将军带领兵将在周围等候，火前为好，他便杀入。你如今先到相府门口，若见火前发光，你先杀了守门之人，那时打开正门，迎接魏将军复仇，老子不灭。如此甚好，爹爹保重，孩儿去了。是我，是我，童安城哪里去了？是我听得人喊马叫，来到此处，童安城他杀出去了。相府之队来了千军万马，快随老夫逃走。老子。程英雄，孤儿，弟弟，愿你们爱民如子，忠心报国，除旧兄。你我地下相逢，去。了程英雄，程英雄，程英雄。